扑通扑通的良心遇见温暖的你。大家好，这里是由儿童药领先品牌小葵花儿童药为大家冠名播出的扑通扑通的良心，我是王若琳王同学。大家好，我是马瑞马同学。今天呢是第八个世界自闭症日。那自闭症的表现呢就是人际交往障碍，他也不会根据场合来调整自己的行为。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当你在一个游乐场当中碰到了一个遭人误解的患有自闭症的儿童，你会出手相助吗？自闭症又叫孤独症，是儿童发育障碍当中最为严重的疾病之一。也就是4月2号呢，是第八个世界自闭症日。中国残联提供的统计数字显示呢，目前我国有自闭症的儿童患者164万。据估计，全球有3500万人患有孤独症，其中40%是儿童，很难回归主流社会进行正常的生活。深圳自闭症男孩被19名家长联名拒收，孤独症孩子3年辗转6家幼儿园。深圳一自闭症男童爬窗上学坠亡，全社会都能给出一点爱来。我们自闭症的孩子呢，他们的康复的速度，他们融入社会的速度将会加快很多。我们都教了好几年了，你我还是不服。目前来讲的话，开始最过不去的就是自己的孩子带出去以后，他的种种的这个奇怪动作，就是引起别人这种奇异的眼光。这个玩具是不是？是不是？放好啊！过来过来。咦？我上去。好，星星乖啊，妈妈接个电话啊，这里太吵了啊。好，你自己玩啊，自己玩啊。是啊。谢谢你的分享，好不好？听得见阿姨说话吗？
把手放下好不好？对啊，好不好？什么事了？是你孩子啊？啊，对对对。你看他这个好像动作有点古怪，那个，啊，对不起，跟他说话说半天，他好像没反应，他好像不太能听得懂说话，他好像还有。他是有点自闭，所以呢和小朋友沟通是有点问题的，啊，而且是一点自闭症，对对对，自闭症。那自闭症的孩子不太适合。西西，我们不在这里玩好不好？你还是不要，就是不要在我们这个区域，好不好？其实我小孩自闭症，但是。他不会攻击到其他小朋友的，不是我们也不是想，因为他平时不开朗，所以带他来这些人多了一点的地方，真的不会伤害到其他小朋友的，不会伤害到的。你让他在这里玩吧。不是你主要跟我们的小孩子这个行为习惯太不同，太不一样了。是的，他确实和别的小朋友的行为是不一样，所以我。但是他不会攻击到。但是你现在已经吓到我们家小孩了，知道不？我觉得你还是不适合，就是你不应该把自闭症的孩子带到这儿来。自闭症的孩子他应该有了，应该有他的区域，应该有了。好，谢谢叔叔。对，来，这是画画啊，好漂亮的啊。这是小弟弟不？是不是？对啊。他七岁了。七岁的弟弟。弟弟啊，好，小弟弟，你好。恭喜，画画来。他就是很不善于跟别人沟通。没事，慢慢就好，要教。哎，把你的这个棒棒糖给小弟弟。咦？谢谢没有？谢谢。这里哥哥说了。谢谢爸爸。哥哥这里。哥哥，你要说不用谢，不用谢，哎，哎呀，真棒！有时候有耐心，有时候没事情。我们是很有耐心，就是，怎么说呢？大人有没有就不接受你的意思？是的。你把这个糖糖，妈妈给你拿给姐姐，好不好？好不好？妈妈拿给姐姐，好不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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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不然你就替他接一下啦。不是，他本来就，对，要不他一直，要不然他会很，小朋友会很受创伤的。你看我接，好，我接，好吧？阿姨要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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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送手给阿姨，帮你给姐姐，好不好？你现在是给阿姨了，对不对？好不好？阿姨是姐姐的妈妈，看到没有？你给，我说了，给，我跟她说话，她也听不进去。刚才好多遍了，说话她也听不进去，说了不要她，我现在，那我现在要了，你们说我要了，是不是？她不给，她不给，这样的，她不给我，给我好吧？给阿姨，给我好吧？给阿姨，阿姨就会给姐姐的，好不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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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耐心的跟她说话。一来二次，三次四次还这样。是的，这个病是这样的。姐都不开了，我带他出来和大家一起玩一下。不是，你玩也要有一个，也要一个合适的场合，你说是不是？但是你的孩子要是这样
到别人了。你要塞来塞去，你什么感受啊？不会攻击到别的小朋友的。我弟弟说还是不吵不争的。对不起了，对不起。不好，谢谢叔叔。这玩的，来，这是绿色、蓝色、粉红色，把两个手放开啊！把叔叔把台子，叔叔拿着好不好？好不好？好，把两个手放开啊！把糖放上面。还是自己有压力的，别说什么别听，是吧？各是各的角度，各是那个，像以后是你的，他也没错，都是你的孩子，你换了一个角度来说是一样的心态，对不对？都是爱自己孩子的心态，是的，是吧？别往心里去，是吧？要坚持。有个朋友呢，也是跟这小孩差不多，后来我慢慢教，我觉得可以，他其实没有什么攻击力，没有，就是不说话呀，有时候。其实像这种孩子，他特别喜欢关爱，我们只是我们大家努一点，他总是会把那个窗户打开的，那个门打开的，总是容易起来，真的。学医的，我觉得自闭症的小孩本身就是说，相对其他小朋友他本来就很孤僻嘛，然后如果再得不到社会的一种认可的话，就可能会说对他更加不利，然后再看到小女孩的妈妈就对他的那种言语，我觉得挺难过的。就设身处地的想一下，如果自己的孩子有这么一种情况，然后在外面遭到了这样一种，我觉得自己就会非常难过。谢谢你的分享，谢谢啦。哎，小朋友，小朋友，你看着阿姨。阿姨跟你说话呢，小朋友，你看着阿姨，怎么回事？小朋友，阿姨跟你说话呢，谢谢你啊。你站起来，谢谢你，小朋友，知道吗？哎，这姐姐不要，哎，谢谢你啊，谢，你妈妈在哪儿啊？小朋友，阿姨跟你说话，你妈妈在哪儿啊？出事了，出什么事了？这是你们家孩子啊？哎，对。
对不起啊，对不起，他这个他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是不是有点？他是想把他的好吃的糖给那个小姐姐吃了。哎，小朋友，你看他怎么不听招呼呀？他怎么说话他也不喜欢？不好意思，他我跟他说话自闭，自闭症啊？啊，对对对，自闭症孩子，自闭症啊？啊，对对对，自闭症孩子，是的。哎，小朋友，你这什么情况？哎，小朋友，你这什么情况？自闭症孩子怎么能带到这儿来呢？因为我是想，你看他劲儿多大呀，都不听话。妈妈，你能管住他行吗？你管住孩子好吗？行吗？行吗？我拜托你了啊！你这样，你这样很吓人的，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很吓人的，你知不知道？不接，是吧？他舔过的，他舔过的怎么能接啊？不要吗？你拿着他就可以了。星星，这里不适合我们玩，我们到那边去好不好？给哥哥好不好？小姐姐、小妹妹，我真的也是没有办法。来来，到那边去好吧，那边去好不好？那边也有好多小朋友，都喜欢你的，没关系的，好不好？好吧，换一个小姐姐好不好？换一个小姐姐来，你们去跟那个姐姐玩好不好？玩好不好？好不好？姐，你看姐姐，你看姐姐来了，来了两三次了，差不多。算了，回家吧，回家吧，回家。他是有自闭症的，但是他不会伤害自己小朋友的。没有，他就是自闭症儿童。他吓到我了，吓到了。我建议把他们清除。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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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想把他。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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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算了，这边有姐姐，有妹妹玩，不跟他们玩，好吧？跟我们玩啊，别跟他玩了啊！不这样了，不这样了，来来乖，跟我们玩好不好？你看了，我们都挺好的，好吧？他还是应该要去他该去的地方。
啊。如果这个孩子来骚扰你的孩子，你愿意吗？孩子，他如果愿意跟我的孩子玩，我愿意，我就是愿意。他如果愿意跟我的孩子玩，我愿意，我就是愿意。你别那么多去歧视他，你别那么多去歧视他。大家都不容易，我们都是做妈妈的，我也是做妈妈，我也只是为了保护我的孩子，你知道吧？你作为一个孩子妈妈，你愿意跟自闭症孩子待在一起吗？我期待我的孩子可以待在一起吗？你不怕你的孩子受到伤害吗？没有，他这种自闭症跟那种不一样的，他没有攻击性的，他只是自闭。你怎么知道？万一呢？万一呢？谁保证呢？这个我不管，反正说我现在就算了。你看他都不在这里说话了，算了，好吧，让他在这里玩一下下就好。跟我们的小朋友在一起，我的孩子我也是做妈妈的，我现在让他跟他在一起玩了，真的这样子我很难过，心里真的很难过，好吗？好，谢谢你啊，好吧，谢谢啊。知道自闭症孩子大多数都没有那种暴力倾向的，他只是心理封闭了。挺可怜的，我觉得做这样人的妈妈也很可怜。大家都是做父母的，如果你的孩子被人嫌弃或者是怎么样的，你肯定特别难受。我也不是那种特别勇敢的人，大家都没动，如果我不动的话，我觉得我良心上也过不去。去看点。繁忙的城市道路中，当你遇上紧急送医的救护车，你会主动为他让行吗？扑通扑通的良心，遇见温暖的你。刚才大家收看的呢，就是由儿童药领先品牌小葵花儿童药为大家冠名播出的扑通扑通的良心。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再会，拜拜。拜拜。